装监视器这种已经算是违法了。是啊，如果今天有人在你家装监视器，对粉丝怎么处理？我会在监视器面前跳艳舞。我也是这样想，真的吗？给他一个激烈，他看啊。对啊，他录下来再贩卖，哇，多赚一笔。都说想好了，可以签合约抓抽十趴吗？你都想好了也不错哎。对啊，不然我现在去你家装。好啊，然后抽成三七，三七你接我台，我当然我接啊，我装摄影机是我装的，我你只是动一动而已，你不要看我只是动一动而已，只是动一动，好啊。但是我觉得粉丝朋友们还是要给一些就是自己喜欢的人的一些空间嘛，爱他就不要伤害他，也呼吁我的粉丝不要再逼我减肥了。为什么要逼你减肥？没有啊，我不知道，我就是有会有一些喜欢自由发展，就说阿达你都没有想过要减肥，没有，我都怎么回他们？我回他说其实我已经减肥成功了，看不出来是。是不是你看不出来吗？我跟你讲，但是你真的不能减肥了。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这样子才是你，才叫阿达。好了，那我希望我也不要因为身体负担，肝指数也过高。对了，对了，不聊开了，是不是？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告。